界好的尊长啦，大家讲对不对？我是南投县的人，我南投县有真侪乡亲伫台中县市咧生活，我有真侪机会接触到东乡会的这乡亲，所有的朋友，大家拢一直认为林佳龙来代表咱民进党，伫个第一届大台中市的市长的选举内底，是上届有胜选的一个，论学经历，论人才。论人品、论道德、论伊的学经历，拢是咱民进党内底一时之选。所以我请咱所有支持民进党的这朋友，唔免阁三心两意，咱就是全力支持林佳龙，拍赢大台中市的选举，大家讲好唔好？年底的选举是对马英九总统。一个期中考，马英九这个总统啊，含万句搁贫大舌，大只鸡搁袂晓啼，站着茅坑又不拉屎，弯弯转转，标标准准是一个笨蛋一个，大家讲对不对？一年十个月之前。带予咱台湾的灾难看偌济就好啦。糖一斤几元，你知无？32元。民进党即种一斤糖12元、16元，即种一年10个月，即摆一斤糖32元。八达一桶几元？3200，即摆起价一桶八达5000元。亚速20公斤一桶几元？民进党即种560元，马英九较牛，即种了一桶亚速800元。健保要带咱起几元？健保要带咱起5.7%。啊，即摆毋是民不聊生呢，即摆连狗仔甲猫嘛不聊生。一包动物饲料起135元，逐项拢起，干呢倒一项无起啊？工钱无起，薪水无起，各位啊，咱的国民所得对阿扁啊执政的时阵的15400几元，一直到今年剩14500几元，拄拄减1000元。台湾人和马英九执政两年，咱的纳税啊，一年减赚30000元，啊，这都不是饭桶，啊，无是啥物东西啊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已经忍耐两年的时间已经到，咱要让马英九一个境界，咱要让马英九一个教训，咱唔免举刀举枪举腿举棍去街头甲伊拼命，唔免，咱用选举就会使哩啊，轻轻的当当一个，就会当把马英九刮嘴皮，轻轻的当当一个，就会当将这个无能的政府台建国讲，你太无能啦，赶快下台好不好？2月27日，4席的立委补选嘛正重要。民进党即马前走党当选了后，咱会当罢免马英九总统，但是尚方宝剑无轻易就当拿出来。咱的尚方宝剑在藏伫个咱的脚下边，咱要让马英九定定安尼带咧等。你若搁含慢做、滥心做、无能笨手的话，阮这支尚方宝剑若抽出来，就要甲你头甲后你见血见骨。咱即马尚方宝剑无拿出来，但是咱要提请大法官释宪，还阁欠8席，爱1/3的席次还阁欠8席。所以我拜托大家，家己中立、桃园、家己中立、新竹，甲咱华人的小美琴，各位老乡的亲戚朋友，甲咱投邮票。予咱30席了后，会当阁加4席变34席，咱再过来去投无党诶国民党优势席变38席，咱会当提请大法官诶释宪权，大家讲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拜托大家，好支持民进党所推出诶每一个候选人，支持林佳龙进军大台中市，拜。